欢庆桥屯分院正式开幕，为了照顾更多病患，在中北部多个县市都有设立分院，聘请经验丰富的主治医师诊治，强调专业分科。最大特色就是做烧烫伤及骨折治疗，希望借着诊所的开幕，可以造福更多需要中医治疗的民众。这是我们第14家分院，那开幕做的这个所谓的公益捐赠，事实上就是我们一秉堂中医的日常事。过去我们跟埔里隔缘足深的，因为阮本身就是埔里阿嬷的梁显堂基金会的董事。一般中医，我们内科、伤科、妇科、儿科都有看，还有我们特色就是烧烫伤的治疗、针灸，还有骨折的调理、内科的调理。那我们就是希望把爱传出去，爱乡爱土的事业、慈善事业，我们一品堂平常就是不遗余力的在做。除了连续2天免费义诊回馈乡亲之外，更捐赠200万给中寮、潮屯及台中市共10所小学，每所6到10万元校务基金及饭保协会、梁显堂社会福利基金会等团体，作为儿少关怀经费，期望把爱传出去。我们预计使用在我们礼拜五下午的社团活动，让学生在于食农教育部分能够有所了解。我们学校目前推动的是水跟蔬菜，强调无毒永续，这也是希望我们家长能够未来一起努力朝这个方向来发展。有这笔经费的挹注，相信我们未来能够发展得更顺利。国安国小成立快要20年了，然后因为近几年呢都是有那个一品堂蔡院长、蔡副院长的支持，所以我们最近几年的成绩也越来越好了。就是比赛的一些异地训练啊，或者是比赛一些住宿那这方面的。县员蔡明轩及唐小芬感谢该中医诊所为地方民众健康把关，并且秉持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的精神，积极投入社会公益，实属难得。未来乡亲也能够就近看诊，享受专业的治疗。非常感谢我们中医诊所啊，为我们地方民众来做一个健康的一个把关。也非常感谢他们的一个观念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特别又把他们的所赚来的又捐献给我们地方的在地的一个学子明轩在这边也是非常的感谢还是希望让我们我们潮屯的一个医疗的资源可以越来越多这种公益团体也可以越来越多。那非常感谢我们一品堂中医诊所，除了照顾我们我们所有地方的一个百姓的健康之外，那也希望说为我们的社会注入一股那一些公益的一个力量。我也希望说我们学校能够好好善加利用的这笔经费，那把我们的儿少的关怀的部分能够把它做得更完善。以人为中心，以爱为本，让爱传出去，是该诊所的三项强大软实力，并且也以实际行动协助有需要的学校及团体，成为善的循环，为社会注入更多暖流。记者侯一伦，草屯采访报道。